四个收吗？对啊，九妹说这样最好。对啊，这样我就可以睡觉了。怎么啦？快点啦！田老板玩游戏是我的 KPI。KPI 减十。对啊，我现在已经减十，我把它加回来。我已经看到有人已经四十级耶。这场不能玩鱼人，真的好戳。有记得好像四十级了。记得不是，我看记得五天没上线的。哦，最近好像没看到他上线。快点，快点！啊，干嘛？哦、要接受邀请。对，你按接受邀请。今天第一天玩泽拉图，第一次玩泽拉图。有玩诺瓦、哦、AP 啊，太好了。那这样我们再缺一只一个路人舌头，我们就很强。我们缺肉盾吧？不行，这样没有控场哎、欸。没有肉盾。罗密欧，我跟着你，你跟着我走了，好不好？那罗密欧换那个了，迪亚布罗。因为迪亚布罗很戳哎、欸，不然我想想看哦。不是迪亚布罗，迪亚布罗前面不强，就要先吃。其实我觉得迪亚布罗已经算是很强的控场。很强啊，他只要能抓到、啊、我玩这个比较强。不是，因为迪亚布罗他要先收集灵魂石，他血才会够多。因为一开始我们不知道怎么玩，然后大家会乱跑一通，你知道？后面有集合起来了，这样。好、啊，莉莉还是最稳，够稳，我马上就收到了。武士，哎、欸，两个 support， 三个输出，不错。你们收到了，龙骑士的。哦、这个超好玩。对，这个超级好玩。钢弹阿姆罗。为什么会叫钢弹？我啦。因为你们没有看过钢弹吗？但是有啊，不然你们有没有看过初号机啊？是不是那个男主角就是这样，然后就进去到机械里面这样啊？或者是像那个什么 Go Go Balage， 就是那个什么金刚战士，或者是怪兽金刚，整个乱唱。我小时候记得的台词哦，然后我们都会讲那个巴拉，然后又 Get You， 那台词超好笑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莉莉的攻略。21这张图要上中下路分，对不对？哦，这张很好玩。我这张我喜欢在中间，然后支援上下。好，那你再到下。你都是在玩鱼人的角色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没有，你我昨天那个那天是哪一天？我变了两次，你忘了一场。昨天还是前天？我变两次，我从来没变过哎。我变两次。那很爽哎、欸！我有变过，各种踢人，那个人还会踢到飞起来，好厉害！哦，他会，对，会撞墙。来吧 ，Let's go！ 所以守中路就是为了要抢变。我跟你说，一个在线上，另外一个在草丛、欸。这里，没有呼呼，你在线上吸那个经验，然后我在这边盯着他们。没有，我换 Cody 在中间啊 ，Cody， 还是你要下来？好，你跟龙喵。我们有很会补血，跟收费不一样。收费会各种放生哦，放生也不补。我中间两只哦。不用追，我就是压迫他。The ancient shrines awaken. Control them and let loose the dragon knight.我中间两周有点难打哎、欸，你Cody，要不然你那个谁冲下来好了。好啊，等一下，我再打、喔。阿豹在哪里？我不晓得我挡不挡住啊。有两只哎。我上去，我上去。好啊。上去，上去。三只还是两只？好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、欸，站点，站点，站点！继续打，中路撑走，我想办法站点给你们。后底上来吗？后底上来吗？算中了，至少在中间。我吓不掉。后底上来吗？后底，从上面包。等一下，我中路在那个僵持中。
我没有回去了，我没有。好碎哦，没事。Choose a talent. Hey, 我们下路下路站了，靠上路了。中路的快点 ，Cody， 快点，站了，快抢，快抢！中路是谁 ？Cody，Cody 去站。很多人呢、啊，要去那个要人帮他，在草丛那边。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能不能不要死哦？我去站喽，到底。好，你干啥？你干啥？我可能死定了。不会不会，我抢。你可以吗？不行哦。不行。好吧。去喝喝水。后顶外抓住中间有一只，中间，嗯，就这拉图、哦。金刚战士很好看诶、欸，还有黄战士、粉红战士。哦，放、哦。下路一直被我们虐。哦，连杀两只。我没有撑一下，我没有撑一下。来，我飞过来。这怎么可以直接飞过来啊？哦，还好，他有那个技能是可以。对啊，我这只超 carry 的。中间是不是可以抢了、啊？哎、欸，快快快快去抢！他抢人啊！快点把他杀死！我看后面有一只，后面有一只。快抢哦！靠你们了。后面那只打后面那只，快快快快快！到底死啊？没有，我死了。好吧，后面再走一次，一个换一个。呜、哦，那边还可以去抢吗？可以啊，可以抢啊。我再补个血，我们完全没血。我没有飞行打。在中间，抢到了，抢到中间，哎，哎，隐形的，隐形的来了，隐形的来了，在哪里？在我这，在我这，两个人，两个人，快来，快来！哇，哎，我们十等有大，等到有大的会战，有大了，有大了。哇，这个大太可惜了！下面不要掉，下面不要掉，尽量再撑了。Oh man, these guys don't play night. This is gonna be great. 好死了，难打，马拉。都没有人隐形的、哦，这龙兵在这里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下路掉，手上站到了。张虎真的会很容易僵持。我下路站到，准备可以去中间喽。中间有一只大的，两只，两只。Cody， 快去中间。中间有一只，快没血了。来来。一个牵制，一个站，这样会比较好一点。现在杀得了一只就可以了。啊，完了，我这边又有人来了。
局长。睡睡睡。我机会啊，龙骑士。没有上面没有。哎、欸，快点啊，麻烦快一点啊，盯住了。哦，刚刚好。我要走了。你抢到龙骑士。走，可以上。嗯、因为 Cody 自己玩了、啊，要不然我们去中间帮他走吧。来中间啊！来了，在跑了。中路集合。隔壁，隔壁，啊，隔壁。打他，罚他。有人在罚打。对。哎，没魔了，走了。没魔了，补不了。开始吃那个啦，准备吃，开始吃野怪，哎，中立怪，走，现在开始吃。为什么我身上有个三只蜘蛛啊，学哥？这里，龙兵。现在中路会站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我们要吃中立怪，快来，过去了。草丛。先打这一只哦，打。躲一下大人这个射程会死，好死啊！差赛没？没有啊！我残血。哦，血魔啊！这血，谁一直补？谁如意一直补？哇！快跑！哎，跑掉了。跟你们讲一件很可怕的事，可是我怕我们家觉得真的。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准备了，二上二下哦。A hero has abandoned the battle.哎、欸，雾为什么不打？雾在干嘛？对对，还是他。好，应该先去。好的，好，站下塔。哎、欸，二上二下，忘了队形吗？我在下路。在下路。Oh my god! 你现在别去了。该死的电话。啊。上路，你们要想办法站一下。好，我好像在接电话哎，他刚刚站在旁边看我死掉，有点悠闲。后边，你们下路先守住哦，我想办法把上路给夺回来。有下路守住了。好，想办法再守一下，我想办法守一下。哎、欸，这一队是上一队，我今天一定要复仇。啊，那这队我们刚刚打过。对啊，这一队是上一队。是假的？真的，看人名。我们已经输过一次。
后面，后面，后面。要输。杀他！杀他！上路一个中路过来，那、啊、中路先守着好了，我想办法把上路夺回来。小心，我下路也掉了，我去站一下。啊！被站倒了。中路，中路，他们要来了。我刚刚放了一个那个大和剑，但是他们还是可以站的。让他们站站。我们要小心啊！我还要二十秒，好像又一只过去了。我靠！我没有整个在 PK。你又不是莉莉吗？怎么 PK？他一直在 PK 啊，下路被我们推掉了，他们下路有点惨。中路两只，罗宾你也太猛了吧，这样子还可以活下来？可以啊，毅力真的超强。OK， 罗宾烧他吧。中间刚好，我去帮头顶，头顶去站，快快快快，快快，是，没有我在，快快快快快，有了，可以攻了，可以攻了，哦，有人抢到，不错哦，那什么，我在他血盛死地的时候把他打死，冲，下路也推掉了。我刚刚拼了老命在跟那个巫医在打，你知道吗？还好，可以去撤退哦。这是不是我们在中路集合，所以我退进去了。这是不是我们快快来团以来的第一次胜利啊？我们在复活中。小心啊，很多只哦。哎，九妹，死掉啊！你死掉了，那退。卡住啦！那变别的队友变白球很强，等他变白球很强。不要打了吧，还要打吗？打不过了吧？先退，等我出来好了。我突然被卡住，突然被卡住，被卡住，妈的，被卡住！没办法，都打不赢。我们要快走！等我，过去了，等我。快！哇，他妈反推！先守三打五打不赢，还好了，中路的塔盾还在。小心啊！感应打，龙兵好冲哦！你们超冲啊！小心点，龙兵超冲。不要怕就对了，我们没有坦，我们上去当坦。哈哈哈！弟弟是坦，后面泽拉图。阿扎鲁他死定了，是啊。哇，等下乌伊特很痛哦，威力好强。哎，我没魔了，我不理你们了。对，会死会死，那个尸体很痛。我没魔了。对。他们也都没办法来哦，放大。对，我跟你说，他弟弟真的太阴霸了。You have lost four heroes。弟弟太阴霸了。弟弟会用的话就赢。你刚才跟我整个就是在前面打，你知道吗？意思就是说收背，下路没有收背是第一次玩他不熟那一只角色，因为有人一开始就发挥就很好。龙喵对这种游戏也是很厉害。Soon the shine shall awaken。哎呦，屁股翘起来了、哦！哎、欸，来来，二上二下，准备站塔。大家回去各自岗位。剩十九秒，我上去。啊，那个扣顶中间，
哦 ，OK， 再去当龙骑士吧。那个龙骑士怎么？我跟你说，那阿姆罗超好玩的。很好玩，那只骑士很好玩。嗯，好，两秒可以站了。长途真的比较好玩。扣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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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隐形来了，隐形的来了，呼呼，准备，隐形的来了。好，可是他走掉了，他打不赢，他不敢打，被三个打。中间线站住的，妈的！喂喂喂，我这边结束了，我先下了，拜拜，晚安，各位晚安，拜拜。谁负责按通话？中间有一个隐形的、哦。摔着 ！Oh my god！ 好、啊，我变了。哦，好好好。要的就是争取时间，干得好。哎、欸，推！等下推中路推得过去啊，中路推过去。好，直接推中路不杀，等下直接飞过去。嗯，龙骑士可以自己控，因为那个是你自己你去按了之后，它的那个石头呢就会包覆在你身上，就缩了像钢弹一样啊，钢弹的机体。在里头控的吗？怎么都没有来 carry 一下？我在打后面的巫医。不是就叫了？怎么没有人啊？呜呼，把塔打掉了！呜呼，打塔！打，我在打，我在打。Keep destroy。我先回家，我没血哦。我防守，我防守。我先回家，我没血哦。哎、欸，家里很危险，家里很危险，回来一个。救家！丽丽还有十秒。快好了，差点被推爆了！哇！还是我们守，你们继续推，我们抢他们守。可以，应该守得住，守住，你们继续推。我们也会死啊，我们好，那你们会死就退，我们先守住了。哦，烦哦！可以反推中路，中路，我们跟你们退了，对，他们三个。哎、欸，我去推中路，你们把野怪吃一吃，只剩一个野怪。我只单只，直接推，继续来。怎样？没有，不要推。哎 ，Cody 里面很多只哦。他们有三只死掉，怎么都是？真的、哦，对哦。快，直接推了，强行硬上。快补血，帮他补一下，还没有。还没到，直接推了。为何不直接中路啊？小妹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打、啊。哦，队友，你是分身哦。等小兵来，直接推了。是直接推了那个。哪一个？被塔打，我是被塔打，塔有点痛。他们复活了，会复活两只。打巫医，巫医血少，巫医很冲。他们复活了。晕，我被卡住，我抓塞。啊，对，对，他们都复活了，。先退。快走！哇、哦，他们蛮强的哎！我、哦、上了好多怪啊！我的力将还不会死，太扯了！等一下，小心不要死哦！快点，小心！是呀！哦，丽丽！哦。你跟着他变白球，他变白球跟着他打，他变白球就帮他打，好了，对，要死了。他变白球的时候你要跟他打，他变白球是蛮强的。他们那边有三只啊，他这边完全是打不赢。完了，我们四只都死。需要分二一二楼，不然的话就要小心了。没有先守了，对不对？中间就中路了。打得好！再打！我啾！稍微，还在两只。哦。先打后面那个泽拉图，泽拉图比较痛。PK 啊！王者输了。不行，我们这样都在那个单打、啊。看一下。好，看他们变龙。
欸，龙会越后面越强吗？还是都一样强？一样一样。对，后面会越弱啊，因为那个你要去挡，角色都变强了。对啊，去挡龙，你把泽拉图杀掉了。他们其实很冲哎，再把泽拉图这个杀掉，我们就可以反推了，要60秒。干脆不要小兵了，直接打，你知道吗？这样。可是直接打好啊，你莉莉可以，莉莉应该可以。那巫医超冲的。赶快啊！集合，集合，推了。复活中，复活中。夏洛被打，夏洛保守。队友，只有我们两只有了没有？我们守一下夏洛再出发哦。Destroy the keep。那这样最后 OK 啊？那不然等一下好了。他们在哪里啊？上路上上，注意在上。哎、欸，包住包住，包围包围。哎、欸、哎，两、欸、个手，其中两个去偷推主堡啦，不然我们真的会完蛋。對，先把他们杀掉，他们60秒，好，可以。冲了、哦。有一只怪在我们家哎、欸。不要管他，赶快直冲中路，冲出来中路就冲了。他们现在还有55。莉莉要清吗？莉莉不行，哎、欸，他会打我们主塔呢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有小兵打主塔。Oh、我飞回去， God. 你们去。我就打，我就在家里。可以，不用飞啊！啊，起飞，你起飞了。好，起飞，再走一句，快，这样子这样。你们小心一点，莉莉帮补，莉莉帮补，莉莉。有有。我们现在过去，你不要跑太准了。下去他们有还剩两个，这样硬扛打得死吗？打不死也得打。哎、欸，我们这边的泰格还在下路。莉莉好痛啊，莉莉！我来。哎、欸，同事你好。看完。没有，我很早开了，你得相信我，是因为他们有那个。好，硬打硬打硬打，继续打打，继续打打，不然就输了。加速加速，不要打了，怪了，直接打他。真的真的真的，爱了。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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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好开心哦！真的，好动。今天只20几万，我这么多，为什么二十几万？25000，是5万吗？哦，我18万，18万，我以为他会跳到20几。哦 ，total 经验，哇、哦，这还蛮多的，18万，有20几万呢。那你应该有 bonus， 你有打到每日任务还是什么？哇，不错不错。哎，先睡了，明天见。好，嗯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